前几天我在跟那个谁视讯聊天的时候啊，谁啊？跟我说一下。好安静，就是我们聊着聊着就没话题了，然后我就问他在干嘛。你都看着他，你还不知道他在干嘛？他镜头就在拍那只猫啊。然后嘞？然后他就说他在跟喜欢的人聊天了。哦，接下来知道要干嘛了吗？我就跟他说，哦，你慢慢聊，我先去洗澡了。你干嘛？那就让我欢迎接下来知道要干嘛了吗带来的接下来如何。大家好，我们是接下来知道要干嘛了，然后我介绍一下我的团员，那个电吉他手是张敬伟，然后这个木吉他手是苏伟霆，然后那个鼓手是陈义文，然后这个贝斯手是陈柏远，然后我是郭廷君。然后我们才四个人，然后我们是乐音加吉他的组合，对，然后好。
谢谢上一组带来的表演。